千错万错，千万不能错过它哦。你现在正在看影片，代表不嫌晚。我近期啊，在 YouTube 上面有看到强强在分享 OV 的精油，他出国的时候也有带着用。我自己呢是生完小孩的妈妈，我把我两年使用精油的心得分享给你们大家。其实女生啊都希望自己抬头挺胸有自信，生过小孩之后才知道原来乳腺按摩真的那么神奇耶。还有经常久坐不爱运动，大吃大喝，而且非常喜欢吃下午茶甜点，爱喝珍珠奶茶的。我的小肚子啊就是这样子一天一天累积出来的，而且又是容易水肿体质，代谢真的非常的差。我使用 OV 的代谢精油之后呢，我真的是爱到已经无法自拔了。代谢精油里面呢添加暖姜还有葡萄柚，可以提高代谢力，产生燃脂的效果，让你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变漂亮。不管多累，我一定会使用代谢精油，早上起床啊还有晚上睡觉都会擦哦。美丰精油里面呢它有添加橙花等复方，能够增加上胸的弹性，让皮肤变得更紧实。还有一定要记住， OV 的精油啊浓度比较高，一定要搭配他们的觉醒油一起做使用哦。美丰精油呢会加上两管的觉醒油在手掌心搓匀，就可以开始按摩了。那按摩的力道呢不需要特别大力，让它会到痛，只要轻轻的施压，有按摩到乳腺这样即可。那当然要每天使用，持续使用长期下来呢真的效果非常的优秀哦。而且美丰精油的香气闻起来也非常的放松。你跟我一样肉肉都是囤积在肚子大腿还有很恐怖的蝴蝶袖手臂肉吗？我超级喜欢代谢精油的，这是我每天早晚一定都会擦的，早上擦再搭配简单的运动效果也很不错哦。消化代谢很不好的，只要在腹部顺时钟按摩，双腿超容易水肿的，使用代谢精油再搭配体雕板由下往上刮，切记轻轻的刮就可以了，超舒服。肌肤呢会有一点像是刮痧泛红的状况，是很正常的哦。每天晚上一定要使用，需要让双脚疏通一下。早上呢起床你会觉得双脚非常的轻盈，很舒服，长期使用下来呢感受度会更好哦。我自己本身肌肤是比较偏敏感性的，也有荨麻疹的状况，刚开始我真的也很担心我自己适不适合这个东西。官方呢有提供免费的芳疗顾问，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询问哦。现在呢买二送二，水滴烹饪坚挺组买美丰精油两罐送代谢精油一罐，再送你觉醒油一罐，雕版一个。新会员呢首购呢就可以立马折抵500元，其他优惠内容大家到贴文下方看哦，输入折扣码 NICOLE 都是英文的小写哦，还可以再打95折的优惠哦。